会的手跟我一样是天赋的。多会多会。Show me your hand。职棒啦啦队乐天女孩拥有许多当红女神，目前韩国女神李多惠已经来到台湾，并且将在今日初登台，让外界相当期待。这几天她也和其他啦啦队成员培养感情，像是零死角女神林黛莹就透过社群平台抛出一段影片，意外爆出李多惠身体秘密。我刚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多惠的手跟我一样是天赋的。我等一下要去跟他握手，羡慕吗？来看看谁的手比较甜，比较辣。多惠，多惠 ，Show me your hand。黛莹写下多惠真的好可爱，连手指头都要可可爱爱，我们的手竟然一样小一样甜一样辣，但重点是她说爱我。最后林黛莹更用韩文写下我也爱你，李多惠也现身留言区回应爱你哟。세분다너무멋있으시고너무고민되는데남자다우신이분남자다우신이분매워요맛있어뭔가다먹고여기에밥흰밥말아먹은거台湾男神被李多惠翻牌，大肠面线马西素，想加点白饭。大家好，我是李多惠。让我们一起为台湾，请大家多多指教。三里信我哇三里信我哇三里信翁娃，大家好，我是李豆慧，请大家多多指教，让我们一起为乐天桃园 Lucky Team Monkey 加油，谢谢。哎，为什么一股会有香味跑出来嘞？那是因为南韩啦啦队女神23岁的李多惠将在4月14号中职初登场啦。10号刚抵达台湾的她，已经杀到中立夜市吃了臭豆腐、拔丝地瓜、蒸奶、鸡蛋糕、七里香以及。우선날씨가엄청더울거라생각한거같는데날씨를되게중요시생각해서 계속날씨보고되게좋았는데이제야시장이나뭐이런거가보면서사람들되게친절하시고치어리더분들도만났는데막리더웨이막되게친절하게맞아주셔서지금까지너무좋아요店员的量跟他在舞台的话哪一边比较大사실춤에는다자신있는데그래도이제대만음원가들이훨씬많아서외우기에는조금더어려웠던것같아요有没有哪一个选手的应援是你觉得最难的？사실어려웠다기보다는헷갈리는것들이많아서이제같은이런동작인데노래만다르고이런것들이좀헷갈려서그거에실수를없애려고연습을열심히했습니다韩国在跳的时候也有很多摄影机，是很多球迷会拿相机拍照吗？네있어요他会非常的crazy，就是台湾的球迷会在球场上会拍他拍的更좋아요이분은일단아이돌같아요다엄청되게남자답고운동잘하실것같아요이분은오엄청모델일것같은데키가크실것같고所以他对许光汉没有印象，因为许光汉其实在韩国有点吃한기언니전바빠서못봤었어요근데친구들이막남자잘생겼다고막세분다너무멋있으시고근데저는너무고민되는데남자다우신이분나이特别喜欢的时候台湾的歌手然后我们有记得是你要去韩国的演出那一场谢谢
뭔가다먹고여기에밥흰밥말아먹으면맛있을것같아요처음에는이면이너무많아가지고어왜이렇게많아했는데이게먹다보면은다먹을것같아요곱창이맛있어요맛있어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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韩人气啦啦队女神李多惠拥有甜美脸庞及超群舞蹈实力，先前宣布加盟乐天女孩啦啦队，直接掀起网友热议。如今李多惠终于抵台，四月十四日也将献出来台姻缘处女秀。Welcome to Taiwan！ 大家好，我是李多惠，这一周是李多惠的初登场，大家一起进场为乐天加油哦 ！Fighting！乐天桃园姻缘团团长山智哥，乐天女孩代营和两位总监小晴、小帆敬地主之谊，在练舞后带她体验台湾的夜市文化。副总监小帆特别说服李多惠品尝台湾特产臭豆腐，原本以为她会无法接受这个味道，没想到她一试成主顾。李多惠也品尝了拔丝地瓜、珍珠奶茶、鸡蛋糕等美食。喜欢吗？他觉得这个更好。哦，因为跟我们一起。啊哈哈哈哈哈哈！还有，李多惠表示对台湾的夜市留下深刻印象，也和乐天女孩相约周末比赛结束要再来逛夜市。我没有想到台湾的夜市那么好玩，也有很多像是吊瓶子跟射气球的游戏，非常有趣。啊，你想每一个